好，来看到台湾东部海域附近，在九号下午两点多的时候发生有感地震，瑞士规模6.1，全台不少地区都是有感的，吓坏了不少民众。不过有网友就翻出地震的前一天，有人PO出在美仑西畔出现海量马路的画面，民俗专家用解释是说动物感受到有异状，但是农委会特生中心就说大量马路串出可能是和季节转换是有关系的。地面上一条条黑色的东西，以为是掉落的细树枝，但仔细凑近一看，全都在软动。密集恐惧症的人看了真的不舒服。神奇的是，影片PO出后，隔天下午竟然发生规模6.1的地震。网友8号分享一段影片，说在花莲美仑溪畔公园看到大量的小动物在路上成群结队出现，而影片中的正是截肢动物马鹿，生活在阴暗潮湿地方。大量马鹿出现是否真和地震息息相关？这样的奇观现象，一切纯属巧合吗？来听听看专家怎么说。民俗上它是所谓的异间嘛，那异间来讲它是所谓的有异状嘛，那有异状土壤里面，这个土堆里面，这个土下面它有异状，那这些小动物它们也会待不住，它会感觉到说不安全，它的房子已经可能它的房子会有坍方的机会，所以它赶快逃嘛。不过农委会特生中心曾解释，目前没科学根据能说直接相关，但马路会大量窜出可能是季节转换、地底压力或水含量改变，因为马路对环境改变相当敏感，能感受到气压变化。贴文一出，再度掀起热议，不少网友纷纷留言，还真的地震了，应该是要下大雨。还有人逗趣的说，他们违反社交距离，严重群聚。不过大自然生物的奇妙现象真的令人看了惊叹不已。